无怨无。就包车子了吗？嗯。交工，按照来讲我就包。上学了，走。上学了。起！能让带女儿玩的吗？能。我感觉还没滑出一个，咱先沉下去。啥意思吧？你这在滑死啊？送娃回来，摘樱桃了。大龙家的这个地里面的最后一个品种到底是什么嘞？让我们瞧一瞧。这个品种特别容易拔，特别容易掉。看一下这一颗红灯大樱桃长到什么时候了。你看吧，看你这里问题是啊。你要说取我叫了。这一颗樱桃还没长红，你看还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应该不能摘吧，吃起来都不好。漏摘的没走大樱桃，哎，早熟的红灯大樱桃现在由于高温天气已经变成了自然风干的樱桃干，再有几天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。采摘完毕，现在我们准备回家过端午。哦，还没采摘完毕，还有。你用脖子呢？塞不消停啊！不行。你是抱着去对，十六九个回来。明天就是五月五赛龙舟，菲菲，明天我们去哪里赛龙舟啊？河坝。我们只能去我们的河坝去赛个龙舟，好不好？我就是龙舟，你骑着我。我想想请我害怕。现在赶紧回家，你奶奶粽子都已经包好了，我们要回家吃粽子了。哦，今天什么？明天什么节日呀？端午节。端午节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要吃粽子。还有呢？粽子。听到没有？挂艾草。今天真像过端午呀！烙的锅盔馍，哎呦，还炒的鸡蛋，买来的蜂蜜。粽子吃了吗？吃了。
不能吃的牛腱大。我开始啊。这牛腱，我来了好几天了，我还手没操着呢。娘，小姐，没事了。哦呦，粽子出锅了。这好意思没？咱两个再交给这吃来吃饭。再来吃来干嘛的去？这个粽子吃起来，我们这人习惯吃的就是红糯米粽。那好恶心哟！好不好吃，菲儿？再吃一口。你得来到苹果小啊。啊，我操！我觉得我的糖水的二十秒。